走吧。我现在一直在录。对啊。那我刚说厕所没关吗？好啦，不管了，回去会把它弄掉了。我先让一个人先过啊。嗯，大声自闭在更远吗？嗯。啊，是前面往直冲。正常。那我刚刚怎么？不知道。哎，要往前冲哦，下面留点速度往前冲。往右哎、欸，哎、欸、小咖啡，往左，往左。我们刚看到的是小大声小 B， 这也是大声大 B。我下了。下，是在缆车站左边。中间有人在做馒头，
就这样而已啊。正中间有一个馒头，要躲馒头，或者是碾过去。下面超松的，这个直接冲馒头，真恐怖。那个坐缆车上去之后，一路朝最右边切，朝自己面向山下的右手边，地图上的左边切，一路切回去，就会到那个横昌了，就会到横昌之壁的下面。地图的左边啊，我刚两个都讲了。上缆车下缆车之后，沿着地图的最左边切，沿着自己的右手边切。在是很长距离啊！啊？在是很长距离。不是，因为往右嘛，往右是迂回路，就是横昌之壁的迂回路。然后它转到会，它会到横昌之壁的下面。那横昌之壁的下面，我们坐过27号有没有？27号缆车看到没有？我们就坐过啊，横昌之壁的下面，所以我们在下横昌之壁的时候，你不是看到很多人加速冲过去吗？所以就表示，27号之前就要加速。总之我是看懂了。那你要去坐山路线吗？什么山路线？现在要坐哪一线回去啊？回去啊？现在不是说回去了吗？对啊，你是说在更之后？更之后的话好像你说切不回去哦。对，切不回去，23号只能拉到25那个高度。我们要回到29附近。
那我就一路上去好了。我们坐三路线也不大好。我们呢、啊，滑下来坐27号，加速去27号，再坐28号，然后接着坐黑机回去28号上面。黑机冲到22，对，冲到22。哎，22的上半部，接着22下来有一个联络 course 才切的回去。好，22下来啊，22就是我们华树冰原那边啊，对啊，22就是沿着树冰原下来有一个切过去的路啊。我们有看过一个雪板去偷了，就可以拍 Totoro 的啊。什么 Totoro？ Totoro 在刚刚28那边。哦，对啊，是啊。好了，那我们这样回去大概也4:30了吧？就是要用掉很多那个，要坐很多次缆车才切得回去。那你刚刚打算怎么回去呢？不，我刚刚只考虑怎么去到中间，我没有看接下来的。你问了之后，我才想到。没有，其实坐三里站的，Loveway 的第一段也可以到那啊，但是下了 Loveway 之后要推才能到22，我不想推，所以我们从黑梯上去好了。
这里走过去啊，走过去，推过去啊，推过去，是啊，怎么推得过去？往上，不用往上，大概走一段距离，那下面就是了。那你不要走那个，不要啊，这样比较快。这个那边为上坡啊，那边是横上之壁，有人要放弃会走这边滑过来。前人留路，后人跟着。坚持不下来也可以，可以到那里下来。可以啊，那里有一条雪道可以接那里，坐这一个缆车，走吧。要冲的，冲啊！
大缆车。嗯。哎呦，哎呦。我都要扭一扭。好啊。你要上山路，山路转。是啊。我没有很高哎。它七分钟，上面十分钟。白马山路还是白马山路？就搞不清楚。它是山里耶。比利路路，它还是亮着的。太好吃到了，中央都不会。Astoria， 什么 ？Astoria， 这里就没有像那个 Grand Phoenix 那种好吃的店。哦，没有，三五郎就是了。好，明天就是要吃牛排，补血补血。啊，腾讯补血。你看这个在练习的。就是我说的要像老鹰往前扑的那种手势。对啊。很斜，人家打很斜。而且他们要练习在这种波还不够斜啊。他们就会先往前加速三秒钟。然后才开始做那个。他也在用了，他也在弄了。车很少台吗？我现在看线上没有别的车哎。哦，我不知道那个大的有几台耶，那算时间的。不是啊，这不是那一台呢。啊，你说这个、哦？对，我们早上坐上来的那台。没有啊。我就是说，我不知道它总共有几台啊。你应该，我以为你在说的是不知道中央的那一台 Ropeway。中央那个也不知道它有几台、啊。对啊。而且它的线很神秘。谢谢你，故意的。没有啊，我的脚就真的开开的、啊。你干嘛歪向我这边？你可以收一下脚吗？不是，我的放，这是我放松的状态。我收脚的话。我要花力气啊！我要扭我的脚，一点点力气而已。没有啊，你看我这样还好，不要这样弄到别人，走开。好了，下次我先上好了。不然你看啊，我的左右脚，我的左脚比较那个 OK， 不然我坐右边啊。我有办法。就这样脚转一下，其实没有很大的力气，我发现还好。脚踝那里啊？对啊，就转一下而已啊。但是要一直花力气啊。左脚跟右脚。那就是下车往右边的雪道走，接着去坐我们刚本来要去的那个缆车。计划27，然后27去接28，28再滑过去接22，22上去。28不是滑过去接，28是往下滑到黑鸡最下面。哦，还要滑到黑鸡的才能接22，或者是28用力推可以推回去22，我不想推，所以去黑鸡。你确定时间不会来不及哈？你说还没黑机就没开了？4:30应该还可以吧？你这样讲，还是就推一推？害怕嘞。你看一下时间吧。现在我也不知道现在几点了。那手机寄出来不就已经这么我真要拿、啊、这个路有那么长、欸、还有100多个车、欸、我看我前面是122、欸、现在3:5088我们要来做这个对呀、啊、是啊
69分这样子。好了，上面推一下好了，有点害怕。现在几分？就3:50啊，我刚讲的。我没听到。飞机该来得及呀，但是就不知道后面来不来得及。不知道22号开到几点也不知道。而且我们万一跑到大森，比如说我们是在大森，然后他应该不会来接我们，对不对？他应该只接到 local way， 对不对？应该是也可以。黑鸡就是最远的，大森第二个，很长。我觉得你28已经很接近左边，你又框到最右边再拉上去，会不会太晚了？所以我说那就推一推啊，也不是推哦，就是走那一段嘛。啊？就是你超进入摔倒那一段，对啊。好累哦，那还是算了，我们滑吧。但是我不知道，我怀疑我们上到上面已经4点了。所以呢，就22又没有了。I don't know。对啊，那么多不确定性，算了算了。啊，右边、欸，感觉好松哦。上面下来感觉好松哦。怎样？看真的那个壁还好啊，奇怪了。你刚刚也搞了很久才下来，然后看看你搞了多久，还是你说还好？然后你刚刚为什么要搞那么久？久啊！我就在等你啊。怎样啊？等不行啊？不是啊，我是说，那你刚刚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对啊，就是用看起来的是还好，下面往上看还好。哎，那你为什么要搞那么久？你就一直在不知道你在喘什么气，到底是有多喘？很热，而且我真的觉得怎么心跳很快，然后我的手我还要停下来把手套拿一拿，里面都是汗。我觉得你搞很久啊，久啊，就久啊。要得出来吗？丢不到任何人，他埋伏后面那一个人吗？压不紧啊，压不紧啊，本血压不紧啊啊啊！你看这里，好粉哦、啊，就没有缆车。那我们偷收缆车？偷收就是没有拍的吧？你是说有都没有营业了？它好像上面有椅子哎，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眼花？看不到嘞、欸，嗯，我看不到，你看到了。就是说，会不会是后面那个雪树上雪的形状，我就误以为是椅子。我们到了22那边以后，还要再坐缆车才能过去吗？不用，滑过去就可以了。到了22之后，到了22之后就滑一回道，接着就会就可以接。对啊，应该理论上不用再坐缆车，但是22一定要坐到。
那就查一下22开到几点，就可以看黑鸡要不要去。我真的 我没有看过22，我没有看过单独缆车开到几点的。但是我也不记得他名字，只记得他叫22。对啊。要怎么查他的时间？还是收起来好了啦，不要查。因为我也不想用走的，因为很累，我还摔倒。啊，那就去黑记嘛，就去了，就去了。万一最后不行怎么办？万一因为去了，然后22就不行了，怎么办？那就推嘛，推一推啦。为了22号，以现在这个没有风雪的状态，这样下午都是晴天。我猜那个1公里的迂回路应该还可以吧。1公里耶，很远。就是恐怕那里也是推推的命运。我觉得黑鸡有点太远，好，你不觉得吗？总之就推一推啊，结论是这样。因为今天有点太晚了，那明天要滑哪里呢？我每天都要拿杠去看看能不能录到东西。这里是什么龙猫、看到左边的缆车，对，看到椅子了，遮起来遮起来。叽叽呱呱叽叽呱呱，4点，关键吗？4点到啊，在他。是啊，刚看到。很赶。上面没人了，没人了。那上面那个22会不会凶多吉少？那如果他不行，我们怎么办？搞不清楚啊。先偷看右边。黑鸡那里怎么没看到车子啊？有一个木上升中的东西。他还在动啊，
不会是吊板的吧？好像是那里。那最上面呢？没有最上面啊，上去一点点了。我说上面那个黑的黑的是植物吧，不是它的吧？橘橘的那个。对啊，它掉了。那就把它抽下来，还是比较快啊。应该是。它脱了。アントニア第三フェアリフトご利用いただきまし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そうし。アントニア第三フェアリフトはただいまの放送をしまして、本日の営業運転を終了いたします。有一个人滑过来了。アントニア第三フェアリフトはただいまの放送をしまして、本日の営業運転を終了いたします。終了、終了。马来西亚它继续往下滑、啊。哎、欸，这是很瘦啊，不是吧？不是吧？你这不是滑得那么快？干嘛一直玩的跟火兽很像？不太懂哎、欸，就火兽都红色嘛，他喜欢红色啊。嗯，现在完全没有蓝天了。啊？真不知道拉大河要什么天才好看啊？拉大河啊？我觉得拉大河应该不是很好看。哇，这个人在干嘛？练功啊。不，我是说走路的这个人。你知道，没穿板。他在干嘛？还是这个就跟我们当年的一样，一个人放弃了。那板子在哪里？拿手杖，他拿杖。对啊，而且他拿两份杖，他们两人三，两人六杖。好，二十二万一没有动的话，他刚说的这个大概是十五分。哦，那就好。万一二十二没有的话，那我们就做去三点，没有什么好考虑的，你说是不是？刚毛没有，是要让大家知道回家就很方便，大家不会放晚安。还是这是晚安曲吗？那不像晚安曲。没有了，没有了。云，太阳去哪里？我也搞不清楚太阳的方位在哪里。现在一堆人这样要小心，他们要去哪里？他们有的可以，例如说车子停在大声的话，这个人站在那。哦，他在把车子关上，所以这时候也是也要关的。要关门的，关门的。上面树冰原啊，一颗一颗的列队站好。没有蓝天已经差很多了，回去就要选择困难了，那才还好吧。后来发现都还好，眼睛看比较好这样。打嗝。两个人就要卡在一起。你干嘛卡？
这里可以了，我冲快走，七分。他说什么联络 cos 匕首，他说十分匕首，不知道，能滑就滑。回去，反正我们一上去下来，就是往前面，等一下就会看到了。没有人，没有人拦住就 OK 啊。他要拦也不是拦中间，他要拦在门口。我们三分，我们好像要做五分钟就看他有没有那么准啊。他说注意什么，他是说什么招仓府 lift 十分匕首，还是不是联络 cos 匕首，因为刚没看清楚。对啊，刚看的啊，这联络 cos 你管我，我为什么要坐你的车？我也不知道什么招仓府的，还是说联络 cos 过去之后势必得还要坐一段缆车。你有没有搞错？因为藏王那个地图画那样，你根本不知道他哪个方向可以推去哪个方向。还是你要去坐到山顶，从山顶开始滑。联络 cos 接回去意思是一样的，跟山顶滑下来那个地方，就是是不是缺一个缆车才能过去？那个网址不知道是写什么。好，一下来如果他说往左不要，叫我们不要去，那我们就话坐去山顶吧。会不会天才黑啊？啊？会不会天才黑？五点天才黑。我的还有在录吗？有。啊？变慢了。变慢也叫，不要变慢啊，快一点好吗？不要变慢，是我。对啊，你有觉得他变慢吼？刚刚就是变慢，我才啊。有，他们去联络 cos 了。所以那个 GG 的是箭头，带速度冲进联络 cos。叫他载我们一程。他摔倒了。有吗？他摔倒了，我就被他摔倒了。他是怎么的？我不知道，被雪卡住。为什么？是他们的功力不够，这个速度经不起。阿木德。对啊，他们自己觉得这个速度不行。我们是带速度赛，带杀声冲进去，冲！来不及了，不是来不及，是联络到了，那感觉很平，尽量冲啊。又回到了这里，各种奇形怪状。我觉得右边有雾雾的感觉，刚一瞬间。
又清楚了。他去帮我们把那个封起来了，是吧？他有这么准时吗？是吗？不知道啊。哇，管他的，我们就冲啊冲啊！因为冲到了不行，就往下去山路站了，是吗？山里站。就看能不能坐山顶啊，然后他又说不行，那我们就坐缆车去山脚好了。然后叫对打个电话这样。反正回得了家就好了。开着摩托车，天哪！他骑太快了，我们以为他用滑的。还是那个刘寿都的比较那个没有时间观念。有啦，他用讲的，他在缆车。他又变慢是不是？对啊，他在慢什么？我以前想跳车了吗？冲啊冲啊！我觉得，还有两个人。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看地图是看不出来的、啊。我检测一下。不知道哎、欸。
好，我看一下。你自己看，我要看地图。回得去了。刚刚没有对台就回不去了。对，刚刚他回错，应该会把人赶到对台了。对啊。然后就这个就是那个大什么大坪哦，下去就可以一路滑大坪回去了。大坪会路过 Sunrise 的。这个缆车是第一次坐吧？没坐过啊。对啊。你是电的关系吧？充电灯，它应该是又没电了。现在正在录，刚没电。哦，这要怎么办？不知道，你要看后面呢、欸。它已经关机了。我先有它有充电灯，我再说。还是我电不可能用光吧？还是它掉了？没有，差的时候，差的时候，差我拔了再差，它才开机的。你要弄好才要走是吗？对啊，不然不就缺了。你看那边，正常啊。好，有秀电池没电吗？
没，我没看到，太小了，我看不出来了。他还整个重开机耶，他只有2%的电，你就不要再逼他了。我关机他。那你是要原地站15分钟？那就现在让它充，然后现在有在充吗？它没有亮灯，电掉了吗？有可能啊。走啊走啊！你现在才有充电灯，那它光灯也没有掉啊。有啊，所以刚刚就是你在上厕所的时候开始电就掉了吧？哎，还是换卡之前。好了，可以了。嗯，可以了吗？这样怎样？还是有什么？就录没？看你不耐烦的，都录起来。就是录了没？现在就是看，从这样子插着了，它就 OK 了吗？这样。
都可以啊。哦，好。怎样？那里就到了。对啊，我们旅馆在那屋子的后面啊，当然是啦。石头什么的话，不就相反吗？一宿一宿。